我自己用力推，欸，其實都其實係其實 move 噶，其實係 move。OK OK。哇！咩事啊？喺你隔離好似 ……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老爹手天龍。聽到呢個語氣就知道今日係去靈探啦。但係點解會喺室內嘅咧？唔通喺 studio 靈探？梗係唔係啦？今日喺靈探之前，我要同大家開箱。開咩箱啊？就是因為我咧就係特登喺倫敦呢個蘇富比拍賣網上面咧，就買咗一對咧喺18世紀清朝嘅一對碗碟翻嚟。究竟喺300年前一對古董嘅碗碟應用喺碟仙身上，可唔可以有更好嘅效果呢？晏啲我就約咗 AP 咧去一個猛鬼嘅地方咧，用呢對嘅碗碟咧就去到玩碟仙。好，事不宜遲，依家咧就即刻開箱咧，介紹一下呢對古董咧究竟係點噶啦。喂，這個呢就是在倫敦呢寄過來香港啊，運費啊，單單講運費都已經去到1580蚊運費港幣。咁呢對碟我幾錢買到翻嚟呢？我諗連埋蘇富比嘅佣金咧，大概都要12-13蚊左右啊。即係話我寄到嚟香港咧，總成本咧呢只碟咧係用咗我10000蚊噶。咁咧價錢都唔係問題，最緊要玩碟先嘅時候佢發揮到作用。好，依家即刻開箱。哦，就是這個了，嗱，我抄過了，是沒有證書的，希望證書夾在裡面。哦，哇，這碟都很大下，跟我的臉差不多大，一隻手掌那麼大，玩碟先不知道推不推得動呢，喂，這隻碟那麼大，不是吧，喂，真的不是說笑。包裡面有沒有證書先，倒曬出嚟先。Fuck， 空喎、啊。屌！啊，倒曬成個箱都揾唔到證書啊！竟然我用10000蚊買隻碟翻嚟，係揾唔到證書啊！為什麼我會在蘇富比拍賣網買回來呢？就是因為蘇富比是國際知名的拍賣機構，在那裡拍賣東西回來呢，我會有一個信心。但是估不到我買回來這隻碟要給 25% 佣金，他連一張證書都不整給我。唯一證明它是來自蘇富比買回來的一隻碟呢，就只剩下這個招紙，這個牌仔呢就要好好保存了。這裡寫著蘇富比的，而後面呢是寫著呢那次的拍賣的number 啦，系20号啦，日期就系2月14号。呢只碟咧就有兩隻嘅，咁咧我就揀一隻啦，就同 A P 玩碟先嘅。但系咧，佢由於佢太大隻、太重嘅關係咧，未必可以成功到咧去到召喚碟先翻嚟嘅，所以我要用埋沉龍車幫手同靈體溝通。咁咧事不宜遲啦，依家咧就即刻揾 A P 咧一齊去靈探啦。喂，今日咧就有請 A P 啦，同我一齊玩呢個碟先。係。你揀選了什麼猛鬼地方呢？因為呢、這個地方是我當初剛剛開始靈探時間第二笪地方來的。這個地方呢傳聞啊，是什麼都沒有，但是我和有些朋友上過去，那個朋友跟我說在上面看到有客人。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靈探呢就是跟你一起來這裡？哦，是嗎？是啊，你不記得了？是幾年前了、你未拍 YouTube 之前啊。我諗係讀書時期，你有上去啊？同你一起上去啊！我唔記得咗你。有啊，有上過去啊！啊，呢個地方其實咧，就係銅鑼灣嘅馬場先難有紀念碑嘅。咁其實好多人以為係墳場，其實佢唔係墳場，佢係紀念碑嚟嘅。真正嘅墳場可能係附近啦，因為有個咖啡園墳場。咁但係呢度咧，就因為冇咩人會嚟啦，喺大角場隔離嘅山上邊，所以就應該陰氣比較重啲。同埋聽聞你話嗰度有個亭。個亭嗰度有個地方係俾我哋擺張碟仙紙喺度玩，係嘛？理論上應該有，因為我去過一次係陰森嘅，嗯，係即係少少驚啦，因為第一次同人靈探就喺呢度啊。
我覺得呢笪地方算不過不失啦。即係如果話有興趣嚟探訪，呢度我嚟做練習都唔錯嘅。練習場呢個係練習場 ，OK 嘅就真。哇！事不宜遲，依家就即刻出發。呢度係紀念馬場火災一班嘅事主係嘛？冇錯。哇！呢度哇嚇死！吓死我！做乜嘢唱歌嘅？因为我哋咧头先下面咧，其实已经有人喺度唱歌，动听嘅，系好听嘅。你应该吓死我！高音高八度嘅声音。哇！黄竹林喎、啊，哇！哇！打横山，哇！咁得意。揀邊個艇啊？我哋你中意啦，近啲門口。哇！呢啲個真係，我咩聲啊？樹下邊有動物啊嘛！哇！呢位完全啱曬，好有 feel 喎！依家咧即刻準備下碟仙嘅裝備。哇！屌！哇！屌！喂，我哋依家啱啱 set 紧装备啊，玩碟仙啊嘛，咁咧，哇，依家系咁响啊又，但冇方向喎，系啊，真系唔知咩事，系咪坐咗喺度咧？已经系，唔系啩？我朋友当时咧就话喺后边呢个位咧见到有个人影，就系呢个艇，佢坐喺出边，跟住佢话见到。呢邊咧有個人影，跟住佢話從來未見過呢啲嘢。哦，佢就勁驚就。哇！又響。點先？點先？可能佢急不及待，叫你快啲。係嘛？我而家 set 緊嘢喎。等一陣啊！係啊，可唔可以唔好響住啊？好啦，我哋已經咧啱啱就 setting 咗碟仙嘅工具啦。咁咧，除咗有碟仙紙之外啦，同埋主角呢、這個就係300年前嘅古董啦。會否太大隻？嚇！哇！我一聽到300年前，即刻起用藥。頭先都冇咁樣喎，頭先係單一個聲音。佢而家係咁樣。係啊。咁啊，除咗有。呢、這個碟之外啦，雖然碟咧就略嫌大咗少少啊，係威威個位咧咁就細咗啲，咁但係都唔緊要嘅，都啊都估到嘅。你點大個威威？唔緊要，有個箭嘴都可以指到嘢嘅嘛，睇到嘅。哦 ，OK。咁只碟係少少重啦，咁啊希望陣間玩嘅時候，希望真係會 work 啦，係啦。咁我預防唔 work。咁咧又帶埋沉重車。如果啲嘢點喐咧，我真係好神奇，我哋係嘛？仲要圈入圈，其實冇圈。OK， 咁我哋除咗有 van pot 啦，係咁不停響啦，有係啦，有蠟燭啦，同埋停一停啊，唔該，係啦，唔該曬，好多人俾我。同埋有呢個前行探測機，我哋事不宜遲啦，即刻開始啦，因為好踴躍喎，佢我覺得一請即刻喐喎，只碟好啊，會唔會啊？我唔知道。哦，咁我哋企起身玩係嘛？好啊！喂，着咗，呢个系方向位啊！而家我哋周不时身边都好似围住我哋，有啲声音啊！哦，系咪你个电话？所以咦，冇咗啊！冇咗，头先有火柴喎！咦，系唔可以冇咗？你真系呢个方向啊？冇咗而家，诶、欸，有喺诶喺后边。今日做個測試嘅啫，其實佢打到曬啦，有咩反應啫？唔好意思，佢應你啊！你哋要香我，你知啲蠟燭咋？好似頭先就差唔多熄咯，又勁翻啦！好靈異，呢度真係冇揀錯地方 ，A P 冇介紹錯。碟仙請上位。碟仙請上位，碟仙請上位，碟仙請上位。冇聲喎，一個人。冇啊。
上咗位系嘛？你叫仙蝶先请上位，请问你到咗未啊？叶先，请问你到咗未？如果你到咗，可以俾啲启示我哋嘅，可以将个碟咧移出个圈度嘅。虽然咧只碟咧就太超大啦，咁我都觉得唔会点用啦。但系咧，我系觉得系有种力去推紧向前。哦，你 feel 唔到啊？我 feel 唔到啊！我 feel 到佢系推紧呢边咯，但系我觉得只碟，我觉得有道理嘅，但系就。嗯，太重了，我不知道，但总之佢冇喐，但系我 feel 到好似有道理。哇，佢系咪喐紧啊？有咩？咦系喎，佢咦？佢喐咗右边少少咯，叫做你而家 feel 到去紧 ramp 嗰边。系啊系啊。但系到咗啦，到咗系到咗。但系我 feel 见唔到点真系喐啦，而家。只不過係咁咯，呢碟太大喐唔到嘅。喂，太咁大都喐到喎！而家我見到係真係喐咗少少，但係都好少咯。好，你喐少少。但係 Ramp 突然間靜咗咁多嘅喎。係喎，咦？唔通真係玩緊？係嘛？碟仙，碟仙，請問係咪到咗啦？請問係男定女咧？請問你係男定女啊？碟仙。我呢個氣氛就怪異，四處都有聲，但我知道應該動物嚟，但四圍都有聲。碟仙，碟仙，請問你是男定女啊？嗯。佢真係可能未必喐到只碟啊，係嘛？喐緊只碟。喐緊。聽唔到。少少喺度震下震下咁樣咯。你有冇手震啊？有冇？我冇啊，我係。我是冇用力的，咁樣掂住咋，我都係啊，我只掂住啊，等你只碟喐咗去右邊啊。好，碟先，如果你有嘢想講嘅就令部機響啊，好唔好啊？哇，係咪喐緊啊？喐緊，哇哇哇！係喐緊啊，只碟係喐緊啊，喐緊啊。然後你啲蠟燭就咪熄，跟住佢就響。係喎。咩感受？等你立足几时熄啊？好似仲系熄嗰只，好劲啊！想熄入去，我想熄咗，哇！有风啊，系嘛？系，但系仲咁犀利，真系熄完即刻长响啊！咩事啊？我有啲惊啊！唔系我谂紧，真我第一次立足个吹熄咗，熄咗。咁我而家系请佢归位，定系再点过定点啊？归位，跟住。声系冇声，我要归位点样蜡烛？因为碟仙要引我，如果断咗会冇啲咁嘅专家讲解，如果断咗会点啊？喂，即系嗱，老实讲，我其实我系咪应该即刻用寻龙尺问咧？因为可以你用尺问，咁但系归咗位未啊？我都唔知归咗位，因为点咁大归唔到位。系啊，跳。O K， 唔好意思，先我哋我当你归咗位，哇，当你归咗位啦，唔好意思。好，唔该晒。当你归咗位，唔好意思。唔好晒，好，唔该晒。Thank you， 唔该晒。好，俾帮手啦，我哋好，唔该唔该。我哋熄咗蜡烛。系哦，第一次熄蜡烛，我哋玩。我从来未试过吹熄蜡烛，我已。无论啲风几大都好。好。何况呢度唔系话真系好夸张。我 feel 到好似你头先嘢喺呢度行个门口咁样。我系感觉到有人喺嗰边行脚步咧，一踩落去嗲嗲嗰啲声系嘛？我唔知啊，总之有嘢喺呢度，跟住行下呢度。喂，点啊？咁样而家立足就玩寻龙尺咯，你帮我揸嘅。好啊，我睇你碟先。咩咩？麻麻地，麻麻地，成万蚊啊！想点翻啲蜡烛先？我点唔到，因为我等佢烧晒先，一拎开我就要翻啲。树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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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树。哇！四。呢边后边有声。吓咩咩？胡扫把。扫把。听嗱啲声，听唔听到？我听唔到。树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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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树叶。树叶咋系嘛？唔知啊。跌咗树叶地下。我啲冇啲四围都跌啲树叶落嚟，我喺度点翻蜡烛嗰啲好啲。OK。喂，点解我觉得而家即刻翻风咁样嘅？系啊，而家四处都哇哇哇！
哇！呢个咩气氛啊，弟？黐胶啦！谂住用沉船踢就即刻，好大风嘅情况。OK， 沉船车，沉船车，请问头先咧，碟仙先生咧系咪已经到咗？如果系嘅，请打交叉；唔系嘅，请打开。到咗啦，到咗啦，到咗。OK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诶，唔好意思啊，我想问碟，我想问个碟唔喐系咪因为太重啊？如果系嘅，请打开；唔系嘅，请打交叉。太重，太重啦！我觉得今日如果用细啲，一定喐。头先咁大一碟都有啲力量，我真系 feel 到个动力。我見到係震噶，我淨覺得係有力啊，有力添啊，係，我 feel 到嗰度力嘅方向。嗱，我問個再激啲嘅，請問碟仙而家喺我哋嘅邊個方向？可唔可以指個方向俾我睇？咦，你立咗個色咗咯？係、喎，好，我哋繼續問咗先。請問碟仙先生喺我哋而家邊個方向啊？可唔可以指俾我睇啊？其实佢是男定女，因为你是先生，其实是男定女。请问刚才跟我们玩碟仙那位朋友仔，他是男定女呢？男的请打交叉，女的请打开，麻烦。从首次没反应，即系之前话乜都中嘅，点解而家即刻定咗一个位？都唔系首次系嘛？系咪会喐啊？你自从咦交叉系咩啊？系咩啊？唔记得咗，唔记得咗。问一次先，问一次先。交叉好似系男啊？陈红车，请问呢度嘅灵体欢唔欢迎我哋啊？如果欢迎我哋，请打开；唔欢迎我哋，请打交叉，唔该。是不是有些欢迎有些不欢迎，所以他不知道回答？那也make sense的，有些欢迎有些不欢迎。我想问需不需要我们点多一点香？如果需要的请打交叉，不需要的请打开，麻烦。需要請打交叉係嘛？係啊，需要。好，好唔該曬陳紅赤。喂，其實差唔多。其實今日我哋嘅體驗就係想試下用300年前嘅古董碟，睇下可唔可以玩碟仙咧，會唔會勁啲效果？雖然個碟唔喐，或者係喐好少，係啦，喐得好少。咁但係呢度嘅氣氛係相當恐怖啦，同埋 van pod 咧，唔知點解由頭到尾都不停響，同埋陳紅赤都好有反應啊。好，咁依家就落去點香。六三十八十八支，哇！见唔到啊？未见到，咩嚟噶？我唔知啊，佢着咗之后无啦啦熄翻，扑咁样。大家晒，大家晒，唔好意思啊，大家晒。晒，大家晒。大家好，條片差不多在這裡了。今天的實測就叫做又不可以說不成功，很成功，很成功啊，是是，其實真的感覺到這裡 是有靈體存在的， 是有的，但是奈何那隻碟太過重了，是我失誤啊，希望下次就再買一隻小一點的古董碟，看看 會有更加好的效果。多謝 AP 介紹這個這麼好的地方拍這條片。咁啊，至於條編計咧，記得訂我 channel 啦，我係陸地守天奴啦，同埋 AP 啦，係啦，好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